那里能够打。欢迎收看 H 七。It's my life。对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年是牛年，对不对？牛年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特别企划。嗯，我们就要来聊聊，谈谈我们在。因为小妹毕竟你知道吗，就是靠唱歌为生嘛。毕竟好像勉强的感觉是为什么？你在商演、尾牙、春酒的时候，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有趣跟好玩的事情？那女艺人一定会被卡油啊，你会吗？这个、还是你根本没有这个烦恼？哦，我这个遇蛮多的。啊，其实尾牙这个场合呢，很多人都在喝酒。对，那很多人喝完酒之后，可能就会跟原本的他自己比较不一样。例如。比如说他会变得比较活泼外向哦，好动是，或是手可能不知道摆什么地方，对，就是喝一喝之后他说我喝醉了我喝醉了大概会有这样的。有一次比较夸张，就是我做一个产物保险的尾牙。这场尾牙呢是我在台上唱一唱，然后公关公司的人，活动公司有给我娃娃，就是礼物。那如果我这样唱一唱，你很嗨的，我就会送礼物给你，就是用丢的。你怎么送？丢的，对，一定用丢的。有些很靠近在台边的话，上合理的，上合理，上合理。你该被搞。员工喝嗨了，喝懵了，然后直接上台，他就是想要抢我的娃娃。然后那时候娃娃我是这样子抱在胸前的，因为他很用力哦，他真的是这样子抓，他给我这样抓你哦，对，就是抓娃娃啦，抓娃娃，假装你是娃娃，然后他是这样子再给我这样子，那我就说哎，不行，用抢的，我们要有规矩，然后怎么样，我们就在台下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因为那时候穿的就是比较，就是也没有到低胸，反正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娃娃抱在胸前，对，然后他就是会这样子，就是抓的时候，他就是手背的这边就是碰你的胸。嗯，就是非常明显。然后当我当下意识到，哎，我觉得不对劲了，被卡油了，我被侵犯了。对，然后我是整个，然后你就把娃娃拿开，就说怎样这样。哇！把娃娃护在我的胸前，然后下一秒就是转身背对着那个男生。转身离开，你有话说不出来。公司的人也在旁边，就有点不知所措，想说怎么办。对，然后来想想我生气有什么用呢，他摸都摸到了，然后那他们的服务也跟我道歉，这也不是他们能控制的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当下应该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就是他都摸到，对不对？你生气有什么用？要拿钱。对。我们一边是20000，两边就算你。他说没有，他说可是我刚才只有摸到单边的二分之一，那就20000。你以为深呼吸，想算了算了，反正我这次我自己虽然吓到，但是我自己有保护我自己。对，虽然还是被摸到，我只是觉得我也只能让他过去，不然我让他过去。你们事后就是要加钱，这样子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在卖身，这样不妥。我也那种干过拐子啊。你说你喝醉的时候没有？我是在台上唱歌，然后也是可能长官嗨了，然后就是跳舞，然后贴得比较近，然后我就会发现他比较近的时候，我就这样，他靠近我就这样，哦，那个刚刚是我在新加坡做秀，然后人家你介绍，哎，我们的小妹，然后什么千惠珠的，然后对，我就这样，然后就因为前奏已经下去了，然后是侯大力了，就等等等等，然后就很霸气的。我就一步走的霸气，这样大走上去，弄起力啦，弄起砰！还没开始唱，我正要开始唱的时候，然后脚一抬，然后因为他那个地板是地毯，是，然后我的那高跟鞋很细，然后就边边的脚就拨到地毯，然后我就一跨上去，我就说哇，我就飞过去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遇过塞红包？有，吃红。他们会觉得塞在哪里，大家比较想知道。他先把红包先折。折很小、啊，折之类的，因为他，然后他就会增加他的手的接触面嘛。然后这样，这是衣服，他就是这样子塞，然后就这样塞进去，所以他第一个就是碰在你的身上。哇！但是我没有让他塞成功啊，只是我看到他在折红包，我就发现哎、欸、不对劲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可能都只有男生哦，我连婆婆妈妈都会哦。阿妈来了，哎呦！过那种妈妈就是我跟你拍照，你真的我很喜欢你，然后就是东摸西摸贴的，然后不然就是跳舞跳到你身上，然后用屁股一直蹭你的那一种。屁股蹭你？嗯，我还被哦，妈妈，我跟一个妈妈拍过照，然后她拍我屁股。哇！
他应该在选西部吧？他很想吃，哎呦，这个有肉哦。对，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啦。然后当下真的就要说不，或是你要做出反应，让人家知道。勇敢的说不，这是不行的，因为把我脸挡住嘞。Oh my god！ 我跨年晚上一次唱了四场，第一场那场最大就是唱义大跨年。哇、哦，那很大场哎、欸。对，而且义大那个时候好像才刚开始两三年的跨年而已。唱可是我那次表现超烂的，这时候大概第一次嘛，然后很紧张。第一次没关系，人第一次嘛，难免会紧张。第一次唱这么大的场面，还是会紧张。晴天听，对，我在会漏水的晴天听。对，而且我后来是唱完之后，人家才告诉我那边的故事。他在山壁里面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就是当时的工程可能有牺牲掉一些弟兄。对。所以他们有某一排位置好像都是不能坐人的。对。对，那就要留给那些弟兄的。对。像我们后面那一排。是留给家人。你有没有什么新年新希望？今年啊，我只希望疫情真的赶快过去。我不奢求我可以赚大钱发大财，但是疫情只要过去了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好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，今年什么年？牛年。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太老梗。我都说祝你们就是要力大如牛。为什么要力大如牛？哪什么力？才有力气的力啊！这样子才有力气可以。我跟你说那个力啊，一力，一力两力，大如牛哇！为什么每次都会歪掉啊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它可以搬钞票，你的力气大得跟牛一样，也可以搬家。你知道牛可以拉那台车，你车上全部都是载的钞票，也可以搬家，是不是？因为买新房子嘛。你总不能 ，OK， 买新房子可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。当当当！哥哥 sister， 哥哥 brother， 哒哒哒哒哒哒，天下为公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我觉得等一下警察可能会来，我们先赶快离开了。我们先赶快离开了。